有两条啊，两条内裤。今天是13号1月2017年哈，上午的时候，快到正午。那么有两条内裤，我一直没找到。其中一条是黑色方格的，细方格，黑色的内裤，还有一条是深咖啡色的。那两条都是比较硬质的，都没找到，我好长时间都没找到那两条了。今天是1月13号，2017年。